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过去五年，中国科技进步对 GDP 的贡献率从2012年的52.2%升至57.5%，国家创新能力全球排名从第20位升至第17位。蓝鲸一号、天眼、大飞机、国产航母，一个个大国重器精彩亮相，让国人自豪，世界赞叹。而这些举世瞩目的成就背后，无一不体现着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有优势：机制、人才、金融，如同细密如织的神经网络和血管，不断滋养着中国的钢筋铁骨。这是制造重器的另一种重器，中国独有的制度沃土，正汇聚起最持久、最深层的创新力量。3000多个入列当中，完成了型号的量产。广东珠海，世界上在研最大的水陆两栖飞机 AG600 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我们所从事的是一项伟大的航空工程。总设计师黄领才正在主持首飞前的最后一次动员会，举国家之志，集行业之力。参加动员会的是全国30多家研制单位的代表，从总装开始，他们就驻扎在这里，随时待命。全国150多家企事业单位、10余所高校、超过10万科研人员参与了 AG600 的研制。大飞机制造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一个国家完整强大的工业体系支撑。AG600 的研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这是一次跨行业多领域的自主创新。大家有没有信心？大型应急救援装备是中国急需填补的空白。可以在陆地和水面起降的 AG600 能在20秒内起水12吨，一次灭火面积超过4000平方米。它每次最多可以救护50名遇险人员，速度是救捞船舶的10倍。此前，全球拥有大型水陆两栖飞机的俄罗斯和日本，全都是在国防部门的主导下才完成研发。大型航空装备的背后，比拼的是国家实力。中国航空工业60年的积累，让 AG600 从开始总装到首飞，仅用了2年时间。走到地角，下面地角。关键工序上，年轻人已经全面接棒。装配人员要确保每一个接口都涂上特种防水胶，前端研发人员与现场生产装配技术人员同场办公，随时调整装配的设计细节。这是一项大型的集体创作，国家规划下的协同合作，让 AG600 的研制速度全面提速。一架飞机，它所涉及到的技术领域、所用到的材料、元器件、机载设备、所有的实验验证能力，覆盖了我们工业几乎所有的这个领域。我们具备了这样的基础和实力。凝聚了全体工程技术人员的这个大型作品，迎来了最期待的时刻。AG600 即将首飞，工作人员进行最后一次检查调试。发动机是飞机的心脏。AG600 发动机，上万个机械零件。发动机小组必须确保每一个零件的安全可靠。这是中国自主研制的先进的涡桨发动机，
采用新型六叶螺旋桨系统。航空发动机是一个国家科技、工业和国防实力的重要体现。AG-600 全机50000多个结构件，98%都是中国制造。机头小组正在检查航电系统，他们来自中国成都飞机设计制造基地。机翼小组正在检查机翼外观口盖，他们来自中国西安飞机设计制造基地。起落架小组要确保胎压和液压系统万无一失，他们来自长沙，中国最大的飞机起落架研发基地。像 AG-600 这样的大型航空装备，至少需要57个尖端技术领域的支撑。今天的中国工业实力已经可以依靠自主研发就制造出世界一流的水陆两栖大飞机。从我个人来讲，我都会觉得无比的自豪。为什么？只有我们这样的国家才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AG-600 缓缓驶出机库，在地面指挥员的指挥下，4台涡桨发动机依次启动。2017年12月24日，一个被历史铭记的日子 ，AG-600 首飞成功，中国收获了又一个大国重器。以国家利益为最高目标，攻克世界尖端技术，实施重大科技项目和工程，这是中国独有的制度优势。这种制度优势正在东北的黑土地上加速动力切换。哈尔滨电机厂迎来了它66年历史上最特殊的一天。铸造车间310名工人全都到岗。他们要和这座60多年的老车间留下最后一张合影。第二排右边咱们师傅。铸造车间最后一次点名开始。王清宇。好，杨云叶师傅到了吗？到。家属来了吗？亲人们来了，退休的工人来了，转岗的同事来了，老师傅们也来了。来，把这儿瞅了。这笑容是向一个时代告别，这笑容里更饱含着新的希望。在国家新一轮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引领下，哈尔滨电机厂将淘汰产能过剩的铸造业务。董事长张瑞主持这次拆除。这里曾为新中国第一台800千瓦水轮发电机组、第一台2.5万千瓦火电机组铸造过水轮机叶片、导液等关键部件。今天，腾龙换鸟将为企业迎来新的动能。淘汰落后产能，必须有壮士断腕的决心。为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最近5年，整个东北都在不断淘汰落后产能。作为共和国长子，重现60多年前装备中国工业的辉煌，是张瑞他们的夙愿。但首先，必须卸下包袱，
轻装前行。这对我们来说，我们还是要下决心把这个落后的产能把它去掉，把这个包袱卸下来，然后把我们的这个力量集中在我们核心的能力上。六个月后，这里将成为新型发电设备制造车间，生产全球最先进的发电装备。转型升级已经在隔壁的厂房悄然展开。全球第一台特高压电网调相机正在制造，工人们正在将线棒安装到调相机定子中。好，180、179、180。调相机，一种特殊的发电机，是提高电网输电质量、保证电网安全的卫士，也是哈尔滨电机厂转型升级后的独门绝技。定子是调相机的心脏，一个定子要安装144根线棒，将10米长的线棒放入不到5厘米的凹槽内，需要12名工人协同配合。工人们必须确认线棒的每一个部位都紧紧卡在凹槽底部。哈尔滨电机厂制造定子的技术现在已经达到世界一流水平，核心技术秘密之一就在这些工人手里。工人们正在编织铜线，利用铜线上特有的弯折，将70根铜线像拧麻花一样编织成一根线棒。这些小片的绝缘材料是线棒中最重要的部分，铜线每一个编花处都要塞上一片绝缘材料，位置必须精准，哪怕有一处0.1毫米的间隙被击穿，都会危及整个电站的安全。老工业基地要创造优势，创新是唯一的出路。这是工程师们自主研发的绝缘材料自动包带机，一根线棒需要包裹23层绝缘材料，线棒长10米，有4个弧度不一的转角，混扎要一次成型且均匀整齐，必须悬在空中完成。绝缘材料和线棒制造工艺是全球发电机巨头们保密性最强的技术，是占领电机高端市场的重要武器。中国工程师们已经攻克。往这边来，往这边来。这里是全球大电机制造行业最先进的实验室之一。过去5年，国家先后投入3200万元支持这个实验室的建设。总专业师潘延明要对最新研发的新型线棒做击穿试验。试验了，试验了。线棒的绝缘材料必须能在60秒内经受住170千伏电压的反复试验而不被击穿，才算研发成功。此前，全球还没有一家电机制造巨头能够通过试验。一，升压100，166、167、168、169、170到20秒，电压升到170千伏，3、2、60秒，1，线棒安然无恙。潘延明继续升高电压，挑战线棒的极限值。过去5年，就是在这间实验室里，他们已经做出了50多项研发成果，赶超欧美。再升一点儿，穿了。电压升高到180千伏，线棒达到极限值。这是全球核电机组绝缘技术的新纪录，这意味着
国在世界舞台上拥有了大容量核电站的关键发言权。正如习总书记所说的那样，中国经济要向高质量发展，我们就要努力研发出更高质量的定子线棒。现在我们特别有科研的动力和创新自信，因为站在我们背后的是强大的国家。迎来了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收获季每天会有20万公斤的南瓜和洋葱从这里发往全国200多个大中型城市。中国人每年要吃掉至少7亿吨的蔬菜，全球一半的蔬菜生产和消费都发生在中国。作为中国蔬菜之乡，潍坊22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超过30万个蔬菜大棚，但仍然无法满足快速增长的市场需求。距离大棚密集区不远处有一座新建的大棚，当地人称它玻璃屋。这座大棚的面积是传统大棚的15倍，全部用玻璃搭建。附近的村民都非常乐意到玻璃屋来干活，这里所有的农活对他们来说都很新奇。蔬菜完全脱离土壤，在水里长大。传统大棚一年最多产8季蔬菜，但这里一年能产18季。利用先进的自动化设备，村民们只需要站在原地就能完成采收。还有我们就学会了掌握了很多知识哈，比我们在家种地的活也是轻松多了。低成本高效率，这是中国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郭磊，这座玻璃屋的主人，每天他都会到大棚巡视，检查设备的运行情况。早晨8点，大棚感应到太阳升起的光线变化，自动打开遮阳网，让蔬菜享受充足的阳光。水位低于蔬菜根部的时候，供水系统会自动补充水分。自动育苗机每秒能播下81棵苗，工作效率是人工的50倍。郭磊曾经是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的商务人员，3年前他下决心要把世界上最先进的智能大棚技术带回祖国。中国制造2025里特别提到了补齐现代农业装备短板，国家需要的就是我们要做的。正是依靠这样的科技创新，以色列只用了2.2%的农业人口就养活了880万的国民。但是采用进口设备和技术，大棚成本高达3000万元。我真正的梦想呢，是要把这个水培技术啊进行进一步的创新，降低它的成本，然后让这个老百姓呢都能够用得起。郭磊改造升级的第一批智能大棚今天就要封顶。大棚宽20米，长100米，面积是普通大棚的2倍。哦，挂起来，在钢筋骨架上给顶棚铺上塑料薄膜，是传统大棚建设经常能看到的景象。
现在郭磊也用在了智能大棚上。单体的体积越大，单位成本的造价就越低，而且更节约土地。村里请来了100多位建棚高手给郭磊帮忙，大家分成小组，同时拉拽塑料薄膜，薄膜必须完全拉紧，否则如此大面积的顶棚很容易被风雨压垮。这是完全按照中国方法建造的新型智能大棚。大棚的受风面用传统土墙替代了造价高的玻璃墙，能在寒冷的冬季最大程度减少热量流失。这种山东潍坊农民发明的冬暖式蔬菜大棚，在30年前结束了中国北方冬季只能吃到白菜萝卜的历史。中国自古以来就不缺乏田间管理的智慧。用传统的塑料薄膜代替玻璃，可以将整个建棚成本每平方米降低800元。但郭磊还要进一步改造升级，做出中国人自己的农业新装备。这是郭磊的第5座智能大棚，工人们正在安装水培床，四周装上围挡，放入水和营养液，蔬菜就在里面生长。以色列智能大棚里的水培床，为了方便采摘，是用80公分高的镀锌方管架起铁板，每平方米费用接近800元。而郭磊他们的方法是在地面下挖一个1米深的通道，每平方米造价只需300元。因为水培床是建造的地面上，非常牢固，根本没有倾倒的风险。将来建成之后啊，我们的工人就是站在这里，这样种菜和收菜非常的方便高效。打开测试一下。对了，已经打开了，有一组天窗在动了。新大棚里，郭磊开始测试最核心的智能控制系统。把风机打开一下。通风装备、温度、湿度、养分供应，全都由电脑控制。中国自主制造的这套系统，未来可以控制16座大棚。局长，我们下面测试一下这个肥料控制系统哈。我打开肥料面板的总开关。肥料泵是郭磊最关心的装备。2个肥料泵控制着这座大棚里100个水培槽的营养供给。控制系统采集到的水肥比例数据都会实时显示。看来我们这个肥料系统工作一切正常。水肥一体化能减少化肥使用，修复板结的土壤，是全球公认的高效节水节肥的农业新技术，更是中国急需补上的农业短板。中国提出2020年将水肥一体化应用面积增加到1.5亿亩，未来会有更多便宜的绿色蔬菜在这些大棚里诞生。这些国产新型智能大棚总成本已经比国外降低了80%。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中，我觉得我们这代人有责任、有义务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每年国家3万亿元的投入，正全面装备中国现代农业。到2020年，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70%左右。更大胆的设想和改造，已经在郭磊的规划之中。这片矿坑，郭磊经常来。在废弃的矿坑上建设一个智能大棚，上层搞种植，下层矿坑改造成池塘搞养殖，上下水循环利用，这将是农业发展与生态修复的完美结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真的希望当我们把这个矿坑的成本降低下来之后，可以在戈壁滩上，在沙漠里边，在盐碱地上都建设这样的蔬菜大棚，
把这样的地球的伤疤变成美丽的菜园。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在为传统经济注入新活力的同时，中国也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新材料等新技术列入战略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如何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实现弯道超车？一些团队已经开始发力。2017年，全球顶尖高手云集的围棋对弈网站上，突然杀出了一位名叫决弈的黑马。这位神秘高手接连将柯洁、朴廷桓等100多位职业棋手一一击败。这个战绩让决弈一举成为全球第一个围棋十段选手。十段代表着围棋的最高境界。这位决弈究竟是谁？是人类，还是像阿尔法狗那样的人工智能？深圳的这间写字楼里，一群年轻人紧盯着决弈的第600场比赛。刘永生带领的这12位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小伙子，就是决弈的创造者。他们只用1年时间，就培育出战绩赫赫的决弈，这在全球人工智能领域都是了不起的速度。刘永生时刻观察着胜率的变化，决弈每下一步棋背后都经过数百万次的模拟计算。这里面我觉得死活应该没问题，这里面明摆着就是当胜率达到0.79，刘永生知道这场比赛决弈已经拿下。真正的考验是即将到来的世界智能围棋公开赛。这是全球规模最大、最权威的智能围棋公开赛，已经举办了10届。31支队伍参赛，堪称围棋人工智能界的奥运会。刘永生和团队带着决弈第一次踏上世界大赛的舞台。比赛开始前，每个参赛选手的研发团队抽签决定比赛对手。打开电脑，连接服务器，所有选手都紧张地准备。赛场内，每一台电脑都代表一个研发团队，他们都是各国围棋人工智能的冠军。比赛开始前，大赛组委会突然宣布了一项比赛规则。组委会要求，比赛全程任何人不能触碰电脑。如果你是自动的，如果人操作的，一旦服务器中断，人工智能程序只能自己识别处理故障，这让现场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如此严苛的比赛规则，考验的是31支队伍人工智能算法和大数据运算的综合实力。2000公里以外，全亚洲最大的数据中心机房，决弈的大脑就在这里。配电工程师李振武正全力保障着决弈大脑的安全运转，温度、通风，一切正常。李振武的同事在检查存储硬盘的运行情况。应对大赛，大家胸有成竹。这是目前中国最先进的数据中心之一，总容量超过10万台服务器。决弈的智能来自其中上万台服务器，它们可以供决弈任意调取数据。在国家大数据战略的引领下，中国需要有更多这样的大脑，要有国家级的，更要有企业级的。大数据中心的规模和数据存储量
决定着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的质量和速度。这个大数据中心能够支撑 PB 级的海量数据存储与传输，相当于近2000个中国国家图书馆能存储580亿本书籍。超强大脑让决议一年时间就学会了人类职业棋手一生才能学到的所有本事。这样的数据中心，腾讯已经在全球建起超过10座。几乎所有的世界科技巨头都在聚资建立自己的大数据中心。作为中国企业，我们必须在这场国际竞争中有国家的担当。指示灯闪烁，代表着决议正在日本赛场上进行的大量数据读取和计算。日本赛场不能触碰电脑的刘永生他们只能紧盯屏幕，谁都不知道人工智能会怎样出奇。决议正在对战的是日本选手 Ray。 比赛开始，对弈双方你进我退，在棋盘保守布局。突然间，执白棋的决议在棋盘右上角打劫，这是围棋里比较复杂的技巧。黑白棋子互相把对方围住，短兵相接，看谁先把对方困死。决议出奇精妙娴熟，迅速占据主动。此时腾讯的写字楼里，决议这一妙招让他的老师欣慰不已。这位师傅就是有天才棋手之称的世界冠军罗喜和。决议每一场比赛他都会这样观察，哪一步走得不好都会立刻标注出来。依托人工智能算法让决议自我学习，24小时不间断地自己和自己下棋，从而获得大量数据，飞速进步。此时正是检验决议自我学习经验的时刻。日本赛场上，决议已经来到了决赛的位置，他将对弈的是实力最强的上届冠军，日本老牌围棋人工智能 Deepson Go， 是日本准备派出与阿尔法 Go 对抗的人工智能头号种子选手。主办方特意请来职业棋手现场讲解两大高手的招数。主场作战，巅峰对决，引来众多日本媒体进行直播。谁获得冠军，谁将成为最有实力与阿尔法 Go 抗衡的人工智能。双方焦灼厮杀到第120手，就在对战焦点都集中在棋盘中心时，执白棋的决议突然转移所有人的注意力，选择棋盘右上角落子，再次形成打劫局面。丰富的经验让决议迅速撕开一个突破口，一举锁定胜局。现场静默了整整10分钟。Deepson Go 宣布本场比赛认输，决议斩获冠军。说你们的整序跟他的整序比起来，实在是强太多了。那一次比赛是非常受用。决议的经验表现，让中国研发团队成为全场焦点。比赛对手纷纷找刘永生他们交流研发心得。这个拥有纯正中国血统的人工智能决议，以实力展现了中国的科技研发力量。全球人工智能竞赛中，一大批中国企业率先站到了第一阵营。
人工智能是目前所有大国都在竞争的核心战场。习总书记也对我们提出了要求，要我们去抓住机遇来领跑人工智能，所以我们中国企业在未来的技术上一定要有国家的担当。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人工智能将会更广泛地应用到智能控制、无人驾驶、语言图像理解等多种领域，快速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迈上科技制高点。中国需要更多坚实的动力。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放眼全球，汇聚英才，一个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正在中国加快构建。どうも、ご無沙汰しております。姚丽君和他的团队今天迎来了几位特殊的客人。客人来自日本著名的半导体材料企业，这家跨国公司曾是姚丽君他们最大的竞争对手，掌握着全球半导体靶材市场近10%的份额。墙上的400多个专利证书是姚丽君他们这些年的实力积累，现在他们的产品已经成功打入全球280多个芯片制造工厂。日本客商主动登门是来寻求合作的，他们想要与中国合作生产的就是这种高纯铝建设靶材，它是制造芯片的关键材料。芯片是中国输不起的战略领域，中国每年芯片进口的花费已经超过原油。现在从基础材料到制造技术，中国有数十家企业正在这个领域奋力填补空白。姚丽君的信心来自这间全球最大的集成电路靶材机加工车间，精密加工用的装备100%都是中国自己制造，刀头要从靶材表面削掉5微米，芯片表面才能像镜面一样光洁。这些国产数控机床的加工精度完全可以和进口机床媲美，价格却只有1/6。品质的にはトップレベル、おそらく今の状態だと世界ナンバーワンです。もうそれはもう素晴らしいという一言に尽きると思います。私がやりたかったことをね、ほぼ100% やってると言ってもいいのが一つと、やっぱり若い人たちがその活気をずっとまだ引っ張ってるっていうのはね、本当に羨ましい。姚丽君是国际上掌握高纯度金属靶材核心技术的少数专家，在千人计划的感召下回国创业，冲进这个领域的全球第一梯队，是谈判中最有分量的中国筹码。所以 KFMI 江峰电子としてメジャーになって中国なりの経営の仕方をして、几年前同样是在这个座位上一度陷入生存困境的姚丽君险些同意被外国企业收购，在最艰难的时候是国家拉了他一把。我们拿到第一笔02专项的资金的时候，对我来说这笔支持不仅仅是资金的问题，是一份信心，告诉我你做的事情是国家需要的，同时国家将用最好的条件尽可能的去支持你把这件事情做成。这是最新研发成功的高纯度钨靶材，用于制作芯片存储器。突破它的研发小组是姚丽君的专家团队手把手带出来的年轻人，平均年龄不到29岁。
全球芯片靶材目前有10多种，姚立军他们已经能生产其中8种，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新型靶材诞生在这些年轻人的手里。他们虽然很年轻，但是他们的管理水平、他们的技能实际上和国际的大公司是接轨的，我们在同一个水平上在竞争的。更积极、更开放、更有效的人才政策正吸引更多的领军人才向武汉、合肥、广州、深圳这些创新型城市聚集。深圳这间能够过滤紫外光的特殊实验室是在国家扶持下建立起来的超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材料博士金希和团队正在生产超材料。这块长80厘米、宽60厘米、表面镀铜的特殊材料是超材料加工的基础材料。技术员江浩首先给材料贴上了一种可以曝光显影的薄膜，利用胶卷曝光的原理，加工后的材料显现出20000个印花图案。这些2毫米大小的图案里有10000个肉眼看不见的人工微结构。微结构的大小、形状、线路分布是超材料的核心技术。工程师们将天然物质中的分子结构重新组织排列，可以做出不同的微结构，代表着隐形、防水等不同的物理性能。掌握超材料技术，工程师们就可以像大厨一样，根据食客不同的需求烹制出不同菜肴，做出自然界没有的功能性材料。中国的超材料研发实力目前和全球领先的美国并驾齐驱，超过日本、德国、荷兰等国家。这是全球第一条实现量产的超材料生产线。中国是全球第一个实现超材料量产的国家。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的支持下，这条生产线完全实现自主研发。在这条生产线上，已经诞生了隐身、抗燃烧、防结冰等超材料，每一个都是航空航天领域急需突破的新材料。过来，都往后退，都往后退，你们往后退，都往你们往后退。眼前的这个直径18米的巨型气囊，是一种超材料塑料。工程师刘莹和伙伴要在这里进行一场极限挑战。6个月后，他们要用这种超材料制造浮空气球，携带生命体进入临近空间。临近空间位于距离地面20公里到100公里的空域，是现代太空竞赛的核心区域。800帕的极限压力下，气囊不发生爆裂，才算挑战成功。气囊由62瓣超材料塑料拼接而成。凌空飞行器重量要足够轻，这种超材料塑料仅有40微米厚，77公斤。除了轻，材料还必须抵御住临近空间强紫外线的辐射，这都是普通塑料不具备的功能。压达到800帕，材料设计的极限临界值。6小时耐久性测试开始。现在量一下，开始量，现在开始量，准备好了没？好。直径各就各位。所有小组每隔10分钟要记录一次气囊直径和每一瓣材料的宽度。67。用什么样的材料制造凌空飞行器？全球航空大国都在争相研究。
刘莹他们记录下的这些数据将会给中国研发更先进的临近空间飞行器材料提供宝贵的数据。作为新一代的年轻人，也非常的乐意，也非常的荣幸加入其中，为祖国的航空航天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六小时的耐压观察，气囊完美经受住了考验。这是值得期待的一天。今天，空间飞行器团队将在这里放飞旅行者三号临空飞行器。它将携带一只小乌龟，这是人类首次携带生命体进入临近空间。3:57，随着现场指令，中国自主研制的临空飞行器缓缓升空。此时，地面工作人员实时记录着飞行数据。这是旅行者三号在距离地面21公里的临近空间拍摄到的画面。4:31后，舱内监控显示，小乌龟各项生命体征全都正常。中国临空飞行技术再次标记下新的高度。颠覆空间技术的创新还在继续。2000公里外，个人飞行团队正在进行第5次钢铁侠飞行装备测试。未来的救援人员可以从天而降。西南山区城市空间团队正在放飞低空飞行器，不久的将来，它将为中国30多个城市提供智慧城市需要的多种大数据服务。习总书记指出，这个实体经济的发展呢，